下，都有都被呼到就好，对不对？多的，我们的那个男性朋友，其实男生女生都喜欢他啦，因为他其实很可爱啊。是的，他是非典型的宅男女神。非典型，要不然典型的是什么？典型宅男女神，其实他们可能是比较不走搞笑路线，但是他却又可以丑又可以美，这是。太厉害了，哎呦，能屈能伸的一圈，真的，所以我们乡长应该也喜欢哦，喜不喜欢？待会下去呼一下。哎，没事没事啦，我来玩。没事，那个是说呼人呼呼，是，对啦，就是，不然福利给那个理事长好了，理事长，谢谢你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所以你都当神对不对？帮我们介绍一下啦，他的名字三个字叫。谢谢，后面两个大哥说的，这名叫嘴的对吧？因为我刚刚是
听成五岁吧，五岁吧，对，然后五岁，然后好尴尬，这做好假的，这好假的。哎呀，今天真的非常难得了哈，所以这个阶段就交给我了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你难得配的女神，这个主持费就交给你，然后都给你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小五你来访，你来访。可以请问一下，待会结束之后要去哪里吗？待会结束之后吗？对对对，应该是回家。是是是，问这什么烂问题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其实来到龟山，这个常来玩吗？龟山？偶尔会来这边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，对，所以有来过大概两三次了。是，也来过两三次了。对我们龟山的印象感觉怎么样呢？龟山的朋友都很善良热情，很善良热情。对，然后这边的空气啊环境应该也都新鲜，比较比都市还要好。对对对，大家觉得呢？觉得是的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你说什么都是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真的真的。那其实龟山呢，除了你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呢，是不是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，你是特别这个喜欢的呢？这边的东西嘛，我之前是很想要在这边吃东西啦，其实我很喜欢吃，就是各地的美食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不太了解，所以希望就是龟山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。真的介绍一下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真的也都没讲话。没有，我要让你慢慢享受你们两个人的时光，有没有？是是是，那就下一首歌就交给你唱，我们先去后面。好啊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现在的地方呢是那个林口酒厂，对，然后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好好吃，像什么我们刚刚有说那什么冰棒、啊、对、啊、酒酿冰棒啊，什么香肠啊，绍兴香肠是的啊，然后那边有很多的美食的摊位啊等等。真的，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在龟山这边他们的花卉呢做的这个他们种的也是非常的美丽，这根本就是您的化身了。没有啦，是是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他们的花卉呢也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展览跟表演，像台北有一些这个博览会也都得到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机会跟演出了。想必你应该也对这个花卉非常的喜欢吧？一定，我很喜欢花。特别喜欢什么花呢？特别喜欢像很多啊，是玫瑰花、康乃馨啊、鸡蛋花。是是是，您真务实。一般的我朋友问他你喜欢什么花，有钱花。是，哎，我真的很想，我很喜欢这个花，真的有钱花哎，对啊，所以今天难得来到我们这边了哈，真的还要再带什么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呢？接下来带来的是那个第二张专辑的情歌。情歌，对，他唱快歌慢歌都很好，真的，我就留在台上听好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我们大家都说很希望给你呼呼呼那一首歌，今天会有吗？会啊。哇，我先说了，对了，我们应该先问大家想听吗？想啊。不然也可以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办我们那个酒酿嘉年华、酒醉嘉年华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再来一场也是 OK 的啦。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乡长。乡长好。乡长好。那一位是我们的厂长。厂长好。是是是。那一位是我们的协理，每个都打招呼了。好。好啦，那请问一下我们长官，下次我们安心啊再来唱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都好了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就稍微。慢一下 ，soft 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放个感情。叫做是没有你的明天。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。先带来这首呢，就是我上一张专辑的那个歌，我可以很勇敢。
情的大家。然后呢，因为平常我也是非常就是有时候会品尝一些酒啦，所以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嘉年华会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那我平常呢，都是会加水果啊，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把水果跟酒加在一起，然后品尝那种酸甜的滋味。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，就是喝不要喝过量，然后酒后不要开车。那我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，是比较中版的情歌，送给大家，我们都在等待，谢谢。
在呼呼。谢谢。对，感谢，干掉。